中华职棒季末关键，最后冲刺，暴力远战斗指数狂飙，夺冠气势高涨。兄弟象带领下半季骑兵全力攻顶，新农牛横扫对手，左右战局。红医师胜券在握，目标直指总冠军。季末关键，谁能掌握战局？中华职棒23年下半季冠军就在未来。